刚才啊，有个东西想从那个这个地方往上涌啊，这帮牛啊，好像从后肩这个地方一个点上出去的，然后到前面来往上面涌的感觉啊，好像是条蛇，看上去啊，哦像是，哎，现在看上去像一个彩色的一个青蛙啊，彩色的一个蛙，甚至还带点红色的啊，又像蛇，又像蛙啊。那个蛙表面上看起来蛙，实际上比蛇还要多，比蛇还要多。慢慢，好像从这个地方慢慢，穿过去啊，慢慢穿过去啊，慢慢往前面穿啊，往前面穿啊，好像这慢慢前面穿那个。那个应该是，我看到一个箭头蛙的头往这边，还有一个蛇往这边啊，蛇往上面，哎，这边要慢慢往前爬的意思啊，慢慢往前爬的意思啊，往前爬的意思啊，往前爬的意思啊。慢慢往前爬，哎呀，那个蛇，哎，好像从这个地方慢慢往前爬啊，往前爬，好像有人呐，有人在，有人呐，好像有人在放毒啊，这边就慢慢往前爬啊。有人在放毒啊！有人在放毒啊！有人在放毒啊！慢慢看见这个人呐、啊，你说他有意吧，也不是有意，也不是；你说他无意吧，也不是啊，也不是。哎，他下搅和，你知道吧？他这个人喜欢下搅和，把这个人的东西拉到自己身上，把那个东西拉到身上，就是搅和来搅和去，搅和来搅和去。现在这个人已经被蛇盘住了啊！被蛙和蛇盘住了啊！这个人被蛙和蛇盘住了啊！因为他喜欢呢、啊，要拯救世界啊！要他就是不分，就是分不清你我他，你我他分不清，哎，从来不分你我他，哎，从来不分你我他，哎，好事也往身上拉，坏事也往身上拉，哎，然后把别人身上那个蛙和蛇啊。都搞到人家身上去了啊，搞到自己身上去了啊，搞到自己身上去了呢，他又没这个能力啊，你这下小河，然后就相当于他跑哪里啊，那个蛇和那个蛙就跟着他了啊，然后随着他的意念，要说什么事情想什么事情的，就同人家沟通的时候就在放毒放蛇，放那个蛇放毒放蛇放蛙呀，所以他的身上。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一个好朋友啊，连他爸爸妈妈，都堵着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同他一打交道以后，他别人就没力气了。只要同他打几次交道以后，感觉没力气了。但是说不清这问题在哪里啊？说不清这问题在哪里边？说不清问题在哪里边啊？连家里人说不清问题在哪里边？但是只要一同他打交道，几天就不舒服啊，几天就不舒服，哎，几天就不舒服。哎，只要一动他打交道，几天就不舒服啊！我拍了两下啊，一拍一发，要重点拍，把那个蛇就把它缩回去了啊。他一直在往这边爬，打一拍一发，哎，有个特点，拍，他就把它缩了啊。你跑出地方了啊！你跑出地方了啊！你跑出地方了啊！哎，你跑出地方了啊！这个地方不属于你的啊！哎，这地方不是你的啊，不是你的啊，你快点走吧啊，你自己走吧啊，不然的话电子飞机一个过来把你就直接割喉了啊，直接割喉了啊，你如果直接你还不走的话，直接就用那个电子飞机放出来，直接割你喉了，哎，这以后那个蛇就不，我一拍嘛，再一松门，那个蛇就掉下来了啊，掉下来了啊，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了，那个蛇啊，哎，走了以后，哎，慢慢走了以后，那个蛙，那个箭头蛙。哎，箭头蛙，
也慢慢跟着他走了啊。这个是，这简直是孪生兄弟啊！这两个好像是孪生兄弟，这边一条蛇，那这边一条蛇，那边一条蛙，那边一条蛙，这边一个蛇，那边一个蛙，哎，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日本那个啊，好像很绝望，现在这个时候好像很绝望，实际上一脚回合那个地方也有蛇了啊，那边也有蛇了啊，也有蛇啊，也有蛇，然后我也对那边警告说啊，也对那边警告说，你快离开啊，你快离开，不离开的话，你不离开的话，我就放电子飞碟过去，直接跟你那个，直接割喉了啊，直接割喉了，一说一个那个蛇啪掉下来了，从他身上掉下来了啊，从他身上掉下来了，蛇一掉下来以后，那个箭头蛙也跟着他走了啊，箭头蛙也跟着那个蛇走了啊，就慢慢离开了，慢慢离开了，慢慢离开了。慢慢离开了啊！你回到你的主人那边去啊！你回到你的主人那边去啊！啊！你回到你的主人那边去啊！你回到你的主人那边去啊！这个不属于你的地方啊！这没有你的，这没有你的地方啊！你走吧，回到你的主人那边去啊！回到你的主人那边去啊！然后这边，慢慢好像要流，像流那个浓水似的感觉，从这里慢慢要流啊！再慢慢往下流啊，然后拍几下子，拍起来把那个毒素啊，就把它拍出去啊。然后前两天我说那个胸口也堵嘛，前两天啊胸口也堵啊。好，现在啊那个蛇拼命游啊游啊，那个箭头啊就在它旁边呢啊，两个就急流并进的啊走了啊，回到它主人那边去了啊，回到它主人那边去了啊啊好，再见啊，好再见啊再见再见。再见